廖孟哲在学校是我阿娘阿爸，伊的品行根本就有问题。子彤，你哪来？我哪无来？你唔得要对我阿哥、阿哥有表哥表嫂无礼貌？阿哥，拍死啦！我即马就把这只猛兽抓走。啊，错啦！我这只猛兽，未去伤害到恁厝内底的人。我想，阮小妹若真正出代志，你嘛应该袂关心啦。哎、欸，你哪会安尼讲啊？而且拄则阮表哥嘛有讲啊，有一挂代志无法度干呐看表面的啊。我家己嘛是迄种无介意予人一直细细念的人。是安怎要对迄乌鸦讲遮个？而且伊嘛毋是无明理的人，予伊一挂时间，伊应该会想通。姐妹就包跳舞诶，刚有迄个音听，陪我跳一支舞。我无想着。喂。所以我唔才要跟你分享好心情。影片内面有三亚新总入去，因的证词应该是有帮助的吧？当然啦，证明是最重要的。但是法律上讲的是科学证据，除非店长小姐的身上、甲伊的衫裤顶管采集到校长的指纹、甲伊的指甲皮屑这个证物，你敢知影廖小姐敢有保留这款的证据？应该是无。谢东俊常常跟我讲，伊是有蒙子部落的。虽然讲我无什么相信，但是为什么蒙子部把证据留落来？还是讲根本就无证据？我是在想啥？哪会去怀疑蒙子？夏律师哦，无效啦！拍官司这个代志哦，拍赢迄方。不一定就是对的呀，拢是看律师法老讲，传偌济有利的证据安尼尔，诶，真相是安怎，根本就无重要。你想看卖，这件代志若拖落，蒙子的名声拢害了了。我你即卖意思是，你想要用私刑正义就对啊。平平是伤害啊，你为着林子彤，甘愿含恁侄啊，你就要杀。啊，即卖为着恁小妹，偷偷拖，慢慢磨，一点啊一点啊去伤害伊。你做人阿兄的，甘用安尼卖大细心嘛？
我无讲我无要替蒙做出气，因为即马校已经把这件代志交予信平，我伫调查。我即马会当做的，就是赶紧找出对蒙子有利的证据，去交予律师，安尼才会当替蒙子讨公道。我讲你大细心，你阁无爱承认。听你高讲是要创啥？谢东俊直接赶紧证唔了啊！你要甲人赶紧证，莫先提出证据再去讲。即马敢无证据？即马有监视器的。够证人呢？这件代志明明就是谢东俊去情势诱惑蒙子。你想看卖？咱蒙子即马无地靠，秘伫个岛屿啊靠。你这做大兄的，敢袂感觉心疼？问题是，阮爸即马就甲我讲，蒙子的情绪根本就无受到任何影响，甚至阁愿意踮伫个学校，无愿意请假。照你讲，伊是这件代志的受害者。伊即摆应该真惊别人安怎看伊，甚至无愿意去学校，结果毋是呢，伊阁愿意踮伫学校呢，这件代志敢合理？林老师长，是安尼啦，老林电话车有一份契约书副本，关于当时为用，咱们初步做一转。阮妈有去过律师事务所，还阁有啥物契约书的副本？律师迄边竟然还阁有副本？要安怎才好？你话中无用的讲话啦，你也是亲身来做较好当啦。好，我即马就随过去啊。妈是发生什么代志？啊，你先入去啦，我来叫医生。真吃力吼，要去看阿嬷，就坚持不爱坐轮椅，要用行的。行了嘛是好紧嘛，你这嘛是安怎？想我上班啊？我这不是，我是。对啦对啦，我就是嫌你上班真正足烦的。你根本唔敢吗？是在拍摄啥？卖水灵嘞！我即马讲希望吼，阿妈会当清醒，会当记清你对我顶头。你着这么有自信，认为我会顶头？我拢甲阿妈搬出来啊，你也是唔肯。啊，不过有着这个代志哦，我相信阿妈一定较去清醒的啦。你。真厉害哦！既然提出阿妈来阿我，真正是心机有够重。那呢，你着尽心尽力。等你完成后，可以再去讲啦。有着这件代志咯，我连我囝拢在福建呢。我这么骨力，你是不是应该给我一块表示啊？就诞生的呢，搁一挂啦。是你妈呢？你在糟蹋了玉皇公公。你看没？宋凌峰，你来了多好，我这一点补汤想要摕予子孙，我惊伊歪哩，你替我摕去。你妈来了拄拄啊好，我甲伊讲啊，迄个律师。要把契约书的副本提去给国庆啊！你赶紧，你赶紧替我去阻止伊，哈！什么契约书的副本？李霞，发生地带？那是断绝亲子关系的契约书啦！这个副本，那是给国庆看到，国庆就会知影是阮妈逼我跟子生切断关系啊！啊，到时国庆一定就会发现妈出代志之前是跟我作伙。你这个大白痴啊！我马上叫你出去签借借书的时阵，你哪无想到律师遐有副本啊？你即摆才想到，你是头壳歹去啊是无？我刚是算命先啊，我哪有可能算到遐去啊？
搁再讲，我妈叫我去的时阵，都直接叫我签迄个切结书，我规个人拢戆去啊！我哪有可能收到遐尼济啦？就是你这型的，你这款人，做人无教养，做事无够力，搁啥物代志拢想要甲人相争，真正派你出去甲人斗，含半撇都无。你当初也听我的，心肝念瘫痪，我马上直接甲处理掉掉，即马就无这事话。我警告你啊，那是因为安尼，不甲我自身无法度受的，我绝对慢慢甲你顶地甲死。你是嘛耍袂下？你浪费时间直接搞阿妈，不如赶紧去阻止伊啦。我甲你讲，我那是罗姐，你慢慢孝顺，甲自身受的啦。生鸡两毛，放鸡三乌啊！偷提药也自身呐！哎，我都跟你讲，我无时间无济啊！你进去，你进去啦！进啦，进进啦！都是这杜光亮啦，伊摕这煲汤讲要来给你啉啦。啊，不过我想讲，你若看到伊哦。会无欢喜啊，所以我等你赶伊走啦，紧走啦！煲汤会加啉啊！妈，迄人的物件我要食，呀，你看嘛。希望杜君啊，会好去阻挡迄个律师。是安怎？叫伊去办一个代志，办个这尔久还袂转来。卡叔，阿妈这个切结书的副本，我够紧看到啊！我这世人，我都乌有去啊！哎呦，你总算转来呀！安怎？安怎？代志办到安怎？家己看。总算找到啊！总算找到啊！就要找到我跟子生子同的关系，无可能！看你要安怎威胁我！这个欧巴桑真正是真可恶嘞！伊想讲用钱来用买断别人的亲情，我杜君啊，这世人上讨厌这款抓准用钱来用解决所有代志的人。唔对啊！就算我把这个切结书拆掉啊，啊，不过那个律师，伊还是知影这件代志啊。